处，不要吃醋。下一站河东夫人堂，保线员。你还记得你在哪里先？你也是不帅啊？Next stop, Western Police Station.
Oak Meeting House. 下一站西区景点真鳌。
Next stop, Macau Ferry, Shangwon Station. 下一站，港澳码头，上环站。你攞嗰啲嘢咧，話俾佢聽係邊個病房幾多號牀咩名咧，佢幫你揾張紙寫低咧，簽咗喺你個檔嘅話咧，到時佢就揾人，十一點零鐘佢就開始揾人送上嚟。咁你又你？
用氣流啊，熟嘢咩？唔係用牛咩？咁佢就用鼻喉落啲奶俾佢，等佢有營養啲。
放咩？兩次噶咯喎，已經。你嗰次就話計錯數，跟住第二搭咗第二日又升過上嚟喎，你仲冇放？你執咗你錢先啦，好似三個幾，好似升到三個四咁樣，好高。好似差唔多升千個幾蚊，即係第二次啊，第二次升到四蚊嘅，不過你實講啲三個九就話，即係我都再話俾你聽咗點樣。
為佢而家即係六十五歲過，因為落車十六之後來睇。跟住，佢唔知點解佢唔知。OK。
問佢點解你知？你知個嘛？Thank you.